遊樂，竹蜻蜓。今集嘅部首系手字，大家要留意故事之中同手有关嘅字词啊！唔使惊，我啲解释技术好好噶。技术，哲哲，可唔可以借部遥控直升机俾我玩啊 ？No， 呢部遥控直升机好贵噶。遥控，我系付出咗好多努力先得到噶。吓，系咪好努力读书啊？是我好努力向商场掠地同喊，妈咪先肯买俾我嘅。唔买呀，见人有就想买，通屋换个又唔收拾。收拾。爹哋都话买噶，系咪呀，爹哋？买啦，买啦。唔买呀，你自己想玩啫嘛。被敌人识穿咗添。其实可以飞上天嘅玩具唔一定要遥控直升机嘅，竹蜻蜓都一样得噶。竹蜻蜓点玩噶？乜你冇睇哆啦 A 梦嘅咩？笃响个头度就可以手拉手飞上天噶啦。手拉手，呢一对竹蜻蜓系爷爷嫲嫲细个嘅玩具嚟噶。玩得开不开心，最重要的不是手上的玩具，而是身边有没有朋友陪你一起玩。哇，好高啊！有没有那么好玩啊？姐姐，过来一起玩啊！好啊！真是羡慕他们玩得那么开心啊！我哋都有玩具啫。